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早。早。昨天有参加我们早上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的请举手。哇、wow, ,OK。我们真的祷告哈，这个敬拜的当时现在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早一点到。敬拜的当中神要做很大的医治的工作。像我们昨天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真的看到神奇妙的，一开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唱天堂，天堂门打开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那个整个的氛围已经不再一样，教会的整个氛围季节已经完全不再一样，大家可以不可以感受得到神要在我们的当中做极大极美极快的事情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念这一节经文哈，以赛亚书60:19-20，来，我们弟兄姐妹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天敬拜的一个准绳。来，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，你的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，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神的话语有没有非常的真实？再来念一次，我们再念一次，我们大声的来念，宣告出来。来，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我们一起用我，你变成我，来，日头不再做我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我，耶和华却要做我永远的光，神要为我的荣耀，我的日头不再下落，我的月亮也不退缩，因为耶和华必做我永远的光，我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最后两句我们再来 念一次哈，因为耶和华，这里来，因为耶和华必做我永远的光，我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欢迎哈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带一个你的家人到前面来，我们一同来敬拜。今天早上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我神要为我们永远的荣耀，要做我们永远的光，我们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。我们要口里承认，心里要相信。好，带一位你的家人们到前面来。哈利路亚，家人们，今天我们一起在圣殿中来宣告神的话，神的话语一点一分都不能够废去，他的话语要完全的成就。
做我永远的光，我身要为我的荣耀。再来宣告，以后不再做我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我，天和花却要做我永远的光。我身要为我的荣耀。
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虽跌倒却要站起来，我虽错这一生活着就要来敬拜你，
持续丰富你的